姐姐啊？呢度得你同我兩個村民啫喎。咦？係喎，得我哋兩個啫喎。剛才都叫佢唔到添，大家咧可以觀察一下我哋嘅樹懶啊，佢嘅顏色咧同樹木都差唔多，而且啊同周圍嘅環境都好相似啊。我諗咧呢一個應該係佢嘅保護色嚟噶。喺自然界裏面啊，有好多生物都係靠保護色去避開噶。亮亮姐姐，你睇下佢過咗嚟啊！佢你做咩開門俾佢嘅？我見佢好愛啊嘛，又想過嚟。佢咁識講嘢噶，棘住咗。哦，你係咪條氣棘住咗啊？嚇，大樹懶講嘢，不嬲都係咁慢噶啦。佢係咁指住後面喎，喐嚟喐去，佢咪話背脊有嘢棘住咗咋？我見到，我見到啊，有條拉鏈喺度啊，等我嚟棘啊！哇，你個頭可以伸出嚟嘅，好高啊！佢唔識得游水，佢咧。一定是在附近的，你們有沒有見到有其他的村民朋友啊？在後面？是不是？看來我蕩失了路啊。不過呢，我剛剛認識了兩種的動物朋友。他們呢就是 Tonto、Anson、Angelo、Domino 和 Wattie 啦。Hello。是生活的動物來的。我見佢哋咧表面好光滑喎，唔似我。大家可以見到咧，中美海豚咧嘅皮膚好光滑喎。其實佢皮膚下面有一層咧厚厚嘅脂肪層啊，就好似一件都會用聲音係啦同同伴溝通噶。大家一齊聽下。等我咧幫下大家翻譯先。佢話。就好似預期，佢咧都利用前肢噶，佢哋偶爾咧都會上岸曬下太陽，夜晚咧都會去岸上邊瞓下覺噶。大家可以細心觀察一下喎，佢哋嘅皮膚咧有個特徵咧，可以方便佢哋保暖噶。我哋見到佢啦 ，Hello， 歡迎我哋加州海獅 Candy 同埋我哋動物護理員 Michelle。Hello， 不如咧幫阿子天哥哥問下佢有冇其他方法可以翻過嚟啊？Excuse me, how can I get here on foot? 啊，後面咧一路行就可以翻到過嚟噶啦。哦，好啊，唔該曬你哋啊！估唔到亮亮姐姐嚟都識同海獅溝通噶喎。拜拜啦。拜拜。
好，唔怪得知阿 Candy 咁精神同健康啦。啊，我仲知道咧，我哋 Michelle 咧會同我哋嘅 Candy 咧做一啲簡單嘅動作練習，就可以等佢做一啲定期嘅身體檢查喎。例如咧，我哋搖下頭，咁我哋嘅海獅會一齊吉祥噶噃。大家 Michelle 指住圈圈嘅位置就係佢嘅肚臍啦。大家好清楚咧，真係好得意啊！唔該曬你啊 ，Candy。跟住一齊跳嘅喎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學咯，好唔好啊？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首先手叉腰，另一隻手咧擺喺額頭，望去你哋嘅右手邊，之後望翻中間，一齊咧 ，miss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一齊熱下身，喐下先咯喎，喐下手仔，喐下腰仔。如果想同我哋樹懶哥哥影相嘅話咧，可以稍而欲步嚟到前面，咁啊哥哥會同你哋影相㗎。